今天在嘉义县立棒球场，目前温度是29度，相对湿度58%，那降雨几率是5%的，应该蛮热的。这个昨天风比较大哦。好，今天的四位的执法裁判，主审是范启平，一垒审林柏安，二垒审曾君威，三垒审是周庆祖。今天可以来看一下王伯杰进入到职棒之后，这一段时间养成的过程哦。嗯，对，捕手的手势应该是提醒场上的野手做一些站位调整。嗯，高角度的变化球把棒子打断。哦，打线哦，应该也是差不多有一半是左打者。嗯，那是分散者的。哇，宋家祥上来抓第一颗的速球，送到反方向的安打。对，宋家祥说这差不多跟我同期的，我很熟。在桃园平常县市内的比赛就很常碰面。对，哦，这一球稍微漏了一下，传到二垒拉下来，是 take out 出局，还是一样满球数。哇，变速球了，这是王伯杰的武器之一啊，掉到李勋杰三振出局，那也结束了在第一局海沃乐天的局。俊甫在降到二军之后，第一场比赛来出赛投球。讲日籍教练，其实就是浓厚的这个日本风。二垒手这球也是蛮会跳的，对，杨家顺回到这种2010那时候的感觉。对，哇，有急方向，就这一个球，看起来好像有机会到位，不过球是碰到手套没有接进去。所以这个棒是往前挪了，那另外啊喷掉，这一个球宋家祥没有能够打下来。哦，你像严庆宏是很轻松的就上到二垒。嗯，那球速现在变成两好两坏。哇，要的位置是在低的位置，不过被打到三垒方向。一些投手哦，在这边有机会来尝试挑战看看中指。嗯，找到是二。这球找到是游击方向，垫步送上一垒，落点哦，它就是全部集中在好球带的这个边边框框。哇，这球打到中间方向，那投手没有拦住的话就没有机会，穿越形成一支安打。对，一垒牵制抓到哦。他的投球动作太好了。嗯，哦，这个真的没问题啊，放打到头。而且这个外角球让董顺杰挥空，遭到了三振，所以在这个半局，海沃乐天的进攻又是变相的三上子。这球打高起来，哦，在左半边移动距离非常长的压制哦。你如果是在这个非职业一军层级的话，可能都还要有更强的可能变化球。这球拉到游击方向，接球之后垫步对方送下，表情没有什么情绪的波动。这球出棒在右半边落地形成安打，所以这个半局就不太一样哦。对，是首名打者就安打上垒。哦，结果直接是速球进来，很准啊。今天这个位置只要能够稳定的，哇，这个球提前落地，第一时间吴伯轩是没有找到球，捡起来跑者是已经要上二垒，再来一颗低的，但是没有接到，吴伯轩捡起来之后要往一垒传，看一垒这边有没有来得及啊。哦，这几球是不是吴伯轩真的是有抓到？对，但是你让跑者哦多往三垒做推进的，这比较划不来，因为在这个打击你看到其实王伯杰滚地球出局，
打在中间方向打穿，二游都没有能够拦住这一颗球，穿越的安打把三垒上的刘子杰送回来，拿下海沃乐天桃园今天的第一分，间方向。对，哇，宋家祥内哦，连续两次都是做反方向攻击，而且这个时候要形成长打。那左外野手孙玉生这个时候球又落了一下，那可能跑者要回来啊。孙玉生的脚程也是很快啊。这球出棒打得还不错，在中间方向。哎呦，追到！厉害厉害！哇，严清宏这一颗球向后追的过程啊，最后是延伸出去把这个飞球给接杀，没收掉了李勋杰这一支长打。在10万日币上下。十万日币在台湾就连这个在高的位置，所以在第四颗球还是。然后如果以这个投手来讲的话，还有我知道还有国中就在看的，哦，郭永维的标准安打，对，右半边打穿一二垒。球跟教练打的守备练习球还是不一样。对，哇，打到三垒正面接球之后送二垒，再往一垒送，一垒这里来不及，抓第一个变化球打穿，打在线边，哇，这一次就太快了。对，这个球打到的那个声音有够脆，而且两出局情况下出现的安打，现在两分都要回来。前一次哦，就是。算比较节奏被影响勾到的那种打出去的球，这一球快很多。对，两好球两坏球，这一棒拉回来在二垒方向，这球有点挤到，但是在中线形成安打，这个也是陈家乐本身的力量哦，让球最后有办法穿出去，所以这个认证过的。接球出棒在右半边的飞球，但打得比较浅，遭到接杀。接球一样打高在中右之间，是中外野手严清宏到位接杀。这球最后是没有跑哦。接球还是打成一个飞球，在内野的上空，最后是郭永维。都偏高，对。哦哟，这个变化球吗？等到打到左半边，左外手向后退，在警戒区，哦，追到了，可惜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逆风哦。所以对右打者来说是稍微有点逆风。严玉轩抓第一颗球，打在了中间，有几手，最后杜宇峰，只是面对球棒的修正的位置好了。150窜到内角去了，哎呦，传到一垒这边，结果球掉出来。速球的一些位置修正其实做得蛮好的。哇，这棒子打到棒头又打断了。哇，这一颗球，结果陈家乐又没有接近手套。哇，这个当然传的也是比较低一点哦，但这个球漏就已经要拿下来了。这个时候跑。那现在要来抓本垒，来不及，这个被台钢给要到，这已经有防范了，但还是这么早就让曾诚佐给滑进来。这球出棒，又找到游击方向，杜宇峰稳稳的垫步，这球还是传的比较低，吓死人。球数两好两坏，哦，好球掉到。回棒落空的三振出来啊，杨家胜的出棒节奏很明显就变快了，折角出现，拿回来在一垒正面，严玉轩接到球之后自裁垒包，接下来轮到宋家祥，又是抓第一颗球扑出去没有拦住，哇，今天就是没办法解决宋家祥，哇，见一次打一次啊，而且现在这个球在外野这边处理的时间还比较长。真的很厉害啊，什么宋七力什么因缘际会啊都出来哦，李勋杰这一棒欧巴了，哇，那这样子二垒上的宋家祥要轻松的回来，李勋杰现在就是在练其他的球路，这一棒拉到一垒方向，李勋杰接到之后抛给王波杰，
对方打者哦，第一球不会设定变化球攻击的心态，但这个老将第一球不会，第二球你再来试试看。对，哇，今天两支安打，一支在中间，一支在右半边，都是这种典型的安打。叶庆宏现在把棒子是握短了一点，打到一垒方向。捏手接球之后，哇！陈家乐这个球传到左外野去了。哇，这个是不是看好像在收球的时候，他要去抓缝线，还是球没有拿稳？前卫跑者是要抓下来，就是、或者你很靠近一垒垒包哦，你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是，我干脆我就不要传球了。捏手打到游击方向，滚动比较缓慢，那只能够往一垒传。这好球走在前面。再一颗，结果他掉更开，对，才去挥。今天打到后面第三打席，这个节奏已经乱掉了，然后还要再掉一颗高球，送到的是右半边。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好像失球了。在今天赛前的这个二军的打击率是仅仅只有210。再来还是曲球，而且捕手廖央没有接到。今天的捕手好像本垒板这边不知道什么诅咒。是。哇，高角度的球。最后是让董顺杰回空三振。上次的登板投球是4月24号。刘子杰的打击，第一颗球就出棒，抓曾义祥的速球，反方向的安打。球赶快送回来内野，入球还不少。对，哦，又来了，139，插棒被捕，遭到三振。选秀前呢，其实可以收到蛮多报价的原因。哇，高的位置，坏球的数量比较多，所以如果跟哇，在偏外侧的这个变化球，最后钟玉成没有被吊中，所以满垒的情况下保送要挤回一分。这个半局曾义祥上来，单局目前是今天打王波杰打得非常顺，抓第一颗球出棒，找到是二垒的正面郭彦维拦住之后传向一垒。哇，只有这个球严玉轩速球没有出棒。站着不动被三振，蛮快的。回棒落空，郑成佐。应该是已经到极限了哦。这个球没有给。那现在看起来在乐天这边以下的一个控球能力的下滑。垒上的跑者在这时候启动，张成脚程也非常快，回棒落空，最后这个135公里的球过来，打击廖彦遭到三振，所以铃木俊辅110颗球，当时有过是他有一个坏球，在军杰打击还是满球数，高角度的速球，哇，今天面对速球。今天看起来比较大的问题可能在手背端。对，哇，这个丢到身上，也取得良好球。对，这个出生球保，所以目前他在总共4局的投球里面被打7支安打，那其中有1支全垒打掉9分。这颗球带高起来打在左半边，打的仰角有点太高了。有没有打到标杆的这个？对，刚好从标杆旁边过去了。哦，那这样这一颗球进来，那是应该是良好球吧？良好球而已。哇，高球，结果最后是挥空，遭到三振。局面上来之后，很快的连抓2个出局，结束掉了任务。做投手的更换，背号44号的曾家辉。上来接替投球。好，现在捕手要这一颗低球打到棒头，刚好在一垒方向。
这今天还没有安打，但他今天有这个上垒体质，打成飞球应该就不行了。对，前面三次都上垒。对。哦呦，抓第一颗速球，这一棒掌握的也蛮不错的，但是进到了中外野手的手套。陈冠豪连续两天要来登板投球。昨天比赛后段，我们看到台钢的几任外角145公里挥棒落空，保护了稍微还没有完全修完成的控球。对，不数是两好球两坏球。哇，擦棒啊！但这一颗坏球，他们又不敢把它给放掉。对，第三颗球，第三个好球是去挥棒三振。这一个球被送到中间方向，但是打得并不够深远。然后在这个半局，大叔苏志浩现在上来接替投球。哇，结果最后还是速球。然后林家宏挥空三振。所以说球速还是投手最终的武器。你看苏志浩还有，我们看场边，曾浩驹教练跟翁克瑶教练两个人，心情看起来蛮好的。这个掉到，打到，传向一垒，完成了这个三振。这球打得很高，在中间方向二游都过去。最后是由二垒手杨家胜将这个飞球给接杀。投手部分现在换上谢宝琪。谢宝琪在前面其实在一军当中是，但是仅仅只有三支安打出现。找到二垒方向，稍微漏掉，哇，陈飞利捡起来再传一垒就来不及了。这个连续两天台钢的内野有情境，对，再来求反攻。走了，但这个球一出手就歪掉了，没传好也是会。哇，钟医生叫声非常快。对，这球打到三垒正面，接球之后林家宏送往一垒。哇，主棒在中间方向内野曲前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守备机会。今天李勋杰表现很好，这两支安打哦，其实应该还要接，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低角度这个球挥空传到二垒，这一次传的稍微短了一点，因为是在前面接哦。哦，哇，连续两颗看起来都是谢宝琪的变速球，都让陈家乐挥棒落空。变速或只差，哇，这个速球146在外角，让邱胜玉挥空遭到三振。所以这个半局最后是场上投手换上背号63号的赖应豪，一棒经验，然后不管成功或失败之后，他在场上那种手被打击的那种感觉。哇，刘维汉这一颗球没有出棒，这颗高球出棒在中间方向打得比较浅。身体对，抓第一颗球，高角度送到右半边，右外手李勋杰，哦，先往前再往后。今天是先攻的海沃乐天桃园二军以5-3两分的差距击败了台钢雄鹰。打线呢，应该也是差不多有一半是左打者，那是分散者的。哇，宋家祥上来抓第一颗的速球，送到反方向的安打，肩方向。对。哇，宋家祥连续两次都是做反方向攻击，而且这个时候要形成长打。那左外野手孙医生这个时候球又落了一下，可能跑者要回来了。孙医生的。